百事。最后一罐百事了。有百事，够夏天。来，百事无糖。地道。还有百事吗？有百事，够夏天。百事够夏天。本次采访中，你们将完全遵循本心，不刻意隐瞒，不夸大其词，承诺回答的所有问题都真实无误，能够保证吗？如果撒谎的话，我就一辈子打。不是一辈子了，你说你今天就行了。啊，没事啊，也行。好，我保证，如果撒谎的话，我就今天打不了篮球。嗯，我保证，如果我撒谎的话，我就今天不喝奶茶。坐在你身边的这位是谁？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小猴，悟性中的天耀，是我们龙谷的谷主，爱喝露水，爱穿黑色的衣服，特别的温暖又贴心。好，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悟性中的燕回，然后是一个非常元气的少女，活泼可爱又仗义，同时也给天耀带来了很多温暖。当得知被小鸡的人是对方时，你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回忆了一下我们初见的场景，哎，冯明浩在哪里哪里见过一次？是，对，一样。是谁先发出的好友邀请？他先加的我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就在那天活动上，我记得。哦。得知大家要一起拍戏的时候，有没有会寒暄一下？好像没有哎。但是我们后来有聊过我们第一次见面的事儿。嗯嗯、哦，你记得吧？嗯嗯。两位如何理解天亮和燕回之间激荡的情感和热烈？我觉得前期其实他俩的出生和身世虽然不太一样，但是他们两个的境遇其实有一些相似，都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落魄然后一无所有的状态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很有趣儿，然后很有看点，因为性格互补，升级打怪的节奏，然后他们都没有很强，但是他们愿意为了对方付出生命，这样的设定很有趣。其实天耀和燕回就是两个相互救赎的故事，因为他们都各自分别在自己的穷途末路的时候遇到了对方，然后一起走过了很多很多的路，然后遇到了很多困难，最后都一一解决了。自己平常追剧的话，是喜欢看小甜剧还是认真又擅长？分时候，如果就是今天比较累啊，或者是比较疲惫，想看一些轻松一些，就想看一些轻松一些的，希望能够在有一些痛苦和挣扎中然后找到一些共情之处、啊、或许也可以看看。总之就是老少皆宜，不同的情况看不同的戏，但是 都可以。对，就我想说互心是老少皆宜。Nice。 是因为他又甜又腻吗？网友把你们称为人抱九十，三三呼应两位二搭，要不要再现畅想一下你们二搭的人物和故事？续集就是我们两个开个包子铺，卖包子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开了个什么万事堂去抢七绝堂的生意。抢？你怎么说去抢钱？哎，怎么了？我们是正经生意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咱们要正确的，正确的价值观。对，我们努力打工，然后把七绝堂的生意全揽过来。对，变商战了。我是会比较主动的，分人吧，差不多一半一半吧，看情况。互相给对方安一个现实中的人设标签会是什么？小猴本人也挺沉稳，然后也比较细心体贴温柔。燕回其实，哎，怎么要我本人了？野子跟燕回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比如说自下都比较偏活泼，其实为人也挺不拘小节的，就挺仗义的，同时也比较的豪爽。我有过吗？我应该不会是害羞吧？被他们逗笑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是他们逗我，就我不可能害羞，我这个人是不会害羞的。所以他是不会害羞的人吗？他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两位拍一些吻戏或者是比较亲密的戏份之类的时候，谁更容易害羞？我觉得我比较容易害羞。天亮和燕回的相遇充满宿命感，两位在戏外有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刻？其实我们两个从第一次见面隔了这么多年之后的再一次见面，就是进组的时候了。
就这个其实也挺有缘分的，对，就像刚刚挺奇妙你说的一样，就是天要得知，是也会放出来。是，就像我们一开始见面也其实也没想过，就有可能会很多对这种线下剧。对对对，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次活动其实不是很熟，然后到了后面拍戏，就没有想到这边会有其他展开。因为中间真的还隔了挺久的，挺久时间的。天要和燕回的相遇充满宿命感，两位容易被影视剧里的哪些设定和桥段打动？其实我可能会被一些更小的细节所打动吧，比如说可能是。燕回跟天耀中间冷战的那段时间，天耀默默地给他披上那个外套，甚至可能连那个就是脸都没有露，当时然后就披外套就走了，就是我会比较喜欢这样的细节。或者说当那个天耀想去取那个龙角，让燕回去帮他出去取，然后燕回其实就是并不是很好取那个东西，但他又找白小生帮忙，然后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然后最终把那个是一个钥匙对不对，就是那个开关，就把取龙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拿回来，就这种细节我会比较磕。我其实和小侯也差不多，就是不离不弃的相互守护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有经历过一些事情，然后这是一段时间的过程。拍戏中，北周也略略掩开他的脸，还有两位的何明浩当下内心。轻点，你也一会儿还得拍戏。哎，我还以为你的内心 S 是，为什么我开心是吗？不是，为什么我的脸软？哦，我确实有这个疑问。你不会很奇怪为什么我说你的脸软吗？但你的脸真的很软啊，确实，就我能扯到这儿、就很软，这样，对，就很软，对。你做不到这样，我。但我其实也看得出来，没有你那么软。这很好扯，是吗？对，我的脸长得很扯，也只说小何的脸好软，如果要当面夸回来，小何想说些什么？快，我要夸他，怎么为什么突然要到夸这个环节？因为他夸你的脸好软。没有一点点防备。好，那你的脸好，也好软，好美，然后那个眼睛好大，然后笑起来好甜。好了，知道了。我的脸再软也没有你的脸软啊。我的脸再软也是那种。很扯，很扯的软，很扯的软。刚刚认真说，两位在片场是小学鸡板面，所以两位谁更幼稚一点？啊，你确定吗？好，真的假的？是我，我认了，是我。那刚刚为什么第一反应是指小孩？因为我是小学鸡嘛。我本来就比你小，理所应当嘛。看到他戏里，小孩有帮野子把手指上了刺，然后还帮他挡火堆的烟雾。现场还有哪些暖心的举动可以跟我们分享？其实每一次拍打戏的时候，我都会跟小叔你不要打到我，但我其实是开玩笑的。那小侯他都会说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打到你的，我发誓，就特别特别的真诚。一整部戏拍下来也没有打到过我，对吧？有网友爆料，白鹿在拍《长夜惊鸣》的休息间隙跑来护心祭祖，看你俩拍吻戏，是真的吗？确实是有这件事儿，我知道啊，白鹿在我们附近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。对对对，咱们那不是在那个桥上拍小吻戏嘛，然后他就在我们的桥对面啊。然后其实他并不是说专门为了吻戏来的，这点我确实可以作证。但是呢，确实是就来的时候，就咱们刚好就刚拍完咱们那一场。明白，我知道是哪一场了。对对对，真的是凑巧。燕回在天耀面前，鸟便发出小女声，就是有些什么情况下会大展发家技能？当然是想要求对方干一件事的时候呀。所以小侯有感受过野子的撒娇技能吗？你还好吧？这无非就是，比如说就跟上次似的，就说啊，请客吃个饭，他其实差不多也就这样。那你会给他的撒娇技能打几分？不算撒娇，其实啊，就是面对小侯不用撒娇，他都会答应。我就没怎么撒过娇。对对对，作为最佳女伴的何明浩来给周也安排一趟开心的旅程，会怎样安排？因为你不是特别想就是去海边嘛，就那种比如说马尔代夫这种地方可能又会有遇到雨季，所以那要不就泰国这样的地方，可以阳光明媚一些的，我喜欢阳光明媚的地方。何明浩的横店篮球场夜经营状况如何了？状况要说实话好像对我这个店的名声会有影响，但实况其实是现在就是没有就是奔着营业的目的，对，就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营业，对，所以自然也没有
收入啊。你没有开始营业？没有没有。那什么时候正式开始营业？六七月份。哦，那你作为老板你也得自己预约自己的场地然后去打篮球？要的，也要自己预约啊。对，因为我们几个人商量了这件事儿。嗯，对，不然就说，哎，你是我朋友，啊，他也是他朋友，然后就啊 啊，明白了。嗯，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朋友来，那就比如说我帮你约的，就哪怕我愿意去请你啊，或者说是我可以让你免费过来，或者说，说篮球还有什么怎么样都可以，还可以游泳，还可以游泳啊啊，真的，对，旁边还有健身房啊。哇哦，嗯，不错，嗯嗯嗯。之前采访你，就是你说要成为终身免费会员，大家都在问你会打篮球吗？可以打羽毛球啊，对吧？嗯，对对对。所以其实是不会给签约的还有一些友情价值的。我会，我说了，就是说正规的流程就是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去，但是你找我，然后就是我让你免费去。嗯，所以就现在就没有怎么赚钱，现在是一个赔本的买卖。其实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好的场所，然后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，有一个好的环境去运动就够了啊。那很简单，其实就不笑啊，忍住，太简单了。哎，默契考验，你懂我心。第一个主题是水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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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芒果，芒果。第二个动物，水果，水果，水果，龙。居然不是龙，但是龙算吗？不是真实的呀。嗯，好，这句话剪掉。第三个猴名号。猴名号，猴名号，猴名号，天耀。哦，哇。第四个周野。周野，周野，周野，燕回。最后一个护心。护心，护心，护心，护心灵。哦，可以可以，你是游戏扛把子。嗯。